一条，投资中国，死路一条。中国是强盗，台山要光大。中国是强盗，台山。利用到咱的这款，咱的中国受害的台商的理事长、协会理事长呢，去引到总统府的时阵，咱伫遮，咱来共同大家来分享一寡观念。啊，你渔船啊，赛出海去抓鱼啊，啊，你渔船去用抓去。1955年从印尼啊，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去的，然后1976年出来，所以我自己说我是中国的第一代的愤青，那时候我最爱国的，所以呢就会抛开家里啊回到中国去，但是进入在中国住了21年，就会觉得。过去是给共产党骗了，瞬间决心出来。出来以后，但是跟我出来的人，包括很多华侨跟我出来，出来的人有两种情况：一种像我到了香港以后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都坚持留在香港，不会再回到中国。但是有的人到了香港以后，面对困难，又回到中国，又去拍共产党的马屁。我是到了香港，我就开始写文章来介入中国，介入共产党，介入到现在，我没有几乎是没有一天停笔的。我也理解，台上里面上当受骗的人很多，但是为什么能够敢出来讲话的人很少？一种觉得自己丢了面子，像当时我们从中国出来的华侨里面，好多人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在中国。为什么混不下去要跑到出来觉得丢脸，你到了香港也混不下去又去找共产党拍马屁，他们也觉得如果在香港 说共产党不好，在香港自己站不住脚又觉得丢脸，所以又跟共产党勾结在一起。不过我有一些同学就跟我一样，同样写文章，我是写文章骂共产党，他们在香港写文章来捧共产党，所以台上里面也有的人觉得自己出来以后在中国被共产党骗了，觉得说出来自己没有面子。但是更多的是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害怕跟共产党介入共产党罪恶以后将来会受共产党的报复，甚至以像马英九这样子亲中的话，哪一天说不定台湾就被共产党解放了，那么这些出来介入共产党的台商会不会受到共产党报复，这些是他们最大的这种思想顾虑。还有一种就是包括国台办，包括马英九政府陆委会，包括海界会，都要来骗台商，说你们不要出来揭发共产党，一揭发出来你们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，所以呢大家都保留起来，都不愿意啊跟共产党闹翻，总抱着一种幻想。但是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的幻想可能是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永远不会得到解决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因为骗台上的那些各个地方的那些官员，本身就是也是共产党，共产党跟同样跟共产党里面有不同的利益集团，所以这个利益集团不会去侵犯这个利益集团，他们要保持他们内部的和谐、内部的团结。对付共同的敌人就是台湾人，就是台商。很不幸，马英九政府就跟共产党站在一起，他不是来保护台湾人，而是跟共产党在一起来骗台湾人、骗台商。你们不要去闹了，我帮你们解决，但是永远不去解决。因为我知道高维邦先生他好几次讲话，他知道有多少多少数字的台商，几千的，都很多冤案到现在还在海基会手里，但是没有一宗到现在得到解决，就说明马英九政府跟共产党对台商的欺骗都是非常成功的，非常成功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马英九是诈骗集团，这个是原因之一，是原因之一。他们不但欺骗台湾人民，也欺骗台商，同样的也欺骗台湾的警察。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在进行集会游行的时候，为什么由台湾的警察被迫按照马英九的指示来殴打台湾人，来对我们台湾人进行监控，
就是因为他们脱贫出片了。我很同情他们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觉悟。他们要把自己受害的时候，恐怕才能知道，哎呀，我也说马英九骗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太迟了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介入马英九政府投共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警察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，共同保卫台湾的利益，共同保卫台商的利益。只有这样子，台湾的未来才有希望。谢谢。做总统不讲谢谢，但但要是弄个做总统，时代不敢管啦。做公务员、做立委会主任，还是做部长，不讲因的家属拢做部长啦。风水轮流转，好派风水轮流转，好派也叫轮。所以你个看见林宝华先生，一个是中国中央党党校中央党校一个专家哦。中国现在领导阶层已经一个官员拢是伊较早伊教过学生。伊是对共产党非常的了解的人，所以每一天伫个报纸、伫个杂志、伫电台、伫电视台，安尼不断地宣扬即个中国共产党的恶行、的可恶。结果咱的政府，结果咱的政府的马英九，你个头拄有听？伊是结合着土土匪啊，啊来欺负台湾人。台湾人过去伫白色恐怖时代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但是好佳哉有李登辉先生，十几年执政了后。李登辉先生讲一句，讲以后领导都白头发去领导敲门啊。什么叫白头发？过去台湾人在暗时啊困的时阵，有宪兵会来领导弄门，会来抓人呢。现在有无？现在无。所以这个啥？这是台湾人的价值，这个是台湾人的尊严。咱两万咱的世世代代子孙，活在这个土地上，是过着是这款的日子。咱希望咱的子孙过着是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的社会。你要看伊一个像你遮侪岁的人，吼、哦，伊身体虽然虽然是有较侪岁，但身体真勇。但是伊呢，最后一口气就是啥，就是帮助台湾变脱台湾骨。就反正你遮苦境的人吼、哦，是外省人，但是比台湾人较爱台湾。伊对伫中国移民去美国，去美国再移民去伫香港，香港佫移民去美国，最后想想讲，台湾才是伊最后要永久居留的所在。所以移民过香港。移民过美国，想想的讲，要转来当台湾人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要参台湾人共同来打拼，将台湾建造一个民真真正正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社会。这款的人实在是真可贵。这款人无所无我，不是为着伊家己，拢为着2300万人的福祉。所以请大家吼，来甲拍鼓，甲拍一个，甲肯定一下。